Hello，明娜桑，欢迎收听上牙实况，我是上牙。我们现在迎面而来的就是一双美丽又修长的大腿。OK，在大家没有看到的时候，我已经默默的把我的等级练上来了。我现在已经40等了，选了身份就是月灵。看看这双美腿，我才不是会说承认说我就是为了这双美腿而选的月灵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40等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继续冬月的剧情。以及我们乐龄，我目前的乐力还没有办法点到自由演奏，所以还不能够演奏音乐给大家听。但是至少这一身套装我是穿上了啦，哈哈。哦，对了，除此之外，端午节的任务我也解到了，一宿，端午节的衣服我也解到喽。先给大家看一下乐龄的衣服，讲讲。虽然我觉得我这张脸并不是很搭这种衣服，好。稍微吧，欸，他换了耶，他的界面有更新过耶，好，看一下我的衣服上身，劫道风尘，莫忘初心旁，江江，然后头饰是这件，一个好像很漂亮，但是跟我的脸很不搭的一个头饰，从后面看还蛮有趣的，好尖呐，好像可以拿来抽人一样。还有万事清新，我应该可以按这边的整套吧，看一下其他画本任务，任务，到喽，这一套就是端午节的衣服了。稍微按，等我一下，稍微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先把我的自由运镜叫出来。OK， 好，你不要动，阿达。好，来来来来。我刚按的什么？刚那个谁？刚那个是谁？算了，不认识。江江，哎咻！江江，这一套就是我们的端午节的时装。感觉其实还蛮有一点丐帮的风格，可能是因为这个绿色的关系吧。对，然后背后是这样，然后他下面是穿靴子哦，其实还不错。哎咻，稍微跳一下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看到了吗？他是绑带靴子，这套真的还蛮好看的。好，那我接下来都穿这套走好了。不过我想要把法式换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头不太搭这个法式啊。换这套呢？来看一下，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说不上来的感觉。配哪一件好呢？貌似都怪怪的。算了，还是顶这颗头好了。反正我也不会看到你的脸，是这么说的吗？好。那我现在人是在丐帮，那我要去东岳的话，我看看哦，东岳，好，东岳荡寇，30级以上，40级以下，也都江洋大盗，我应该是要去东岳吧？东岳是这里吧？等，我稍微看一下剧情。这个是天外三奇，唐清风指引你去找万象门的人，请用到达江南哦，他在江南哦，江南，这里，
啊，诶，荡平龙首山，这么说来，龙首山是话本吗？还是荡平龙首山循环？需两人以上组队，荡平挑战模式。诶，这个是我现在可以打吗？其实不是很确定，我看一下。哦，50级以上。哦，所以我现在不应该是不能打了。好，我去找冷梅。冷梅，冷梅，冷梅。江南，哦，我的修为已经满到爆出来了。诶，它有更新呢，它之前没有这个数字的。哦，我到了40等之后，我就把一些经脉，这是经脉吧，经蛹、经脉，随便把经脉给点上去了。然后这边也是，冷梅，此去青勇房的路上有人劫道，多加小心。冷姑娘，幸会，原来是丐帮的朋友，幸会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想打听万象门终不忘。钟先生喜好游山玩水，行踪不定。听说他3日前去了东岳青龙坊，你可去那里寻找他。多谢姑娘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要去东岳喽。真是归心似箭前啊！往东岳，去吧，东岳。OK，终于让我来到这个地方了。木琴，什么？少侠在下，观你气宇不美，有事相告。哪儿？哦，在这儿。哎，我发现我的信箱有信哎。哇，5分，5封，5封，5封，成就奖励。好，附件。好，6月22日停服啊，内含12万修为，成就奖励，助战奖励，嘛，好像是这样吧。那个修为我现在也不需要，我修为都满溢出遇来出了。什么岔子才好？好汉换我何事？你可知有一发财路径？啊，你也可是有啊，发财路径有这等好事。标线路上有飙车过往，价值不菲。穿上劫匪外装，使用响马蹄可对。哎，就这么简单，需得使用越货技能将飙车损毁，方可打劫成功。真的假的？可是那些飙车应该是人，大侠留步。应该是我们玩家驾驶的吧？我去大侠劫留了，步。会不会让我被加黑名单啊？总觉得很有可能呢。不太安心呐、心不由己比身不由己更痛苦。啊，木姑娘是你，丐帮的朋友又见面了。杭州一别，经常听见女侠大名，如雷贯耳。木姑娘客气了，不知你怎么会在这呢？这儿是去青龙坊必经之地，我刚好路过，但前方倭寇滋事，贼人劫道，我见村民们被害了，故而出手相助。我刚好顺路教训贼人，交给我吧。贼人混杂，千万不要招惹他们的道。我先走一步啦，姑娘自己小心。连倭寇都欺负到他头上来，他很强好不好？讲的什么话？我觉得他还比我强诶，至少他有系统上的不死啊。这边是气囊，解日常，是要打这些吧？是说我穿的这么，怎么讲呢？娇艳吗？你们看我穿的衣服这么娇艳，头上还梳这么复杂的发髻，结果居然在那边用拳脚去打，感觉好怪哦，感觉超微妙的。话说我有学到一招新招，是狙。
我来用给大家看。来 ，come on， 过来，哟呼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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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不过 G 好像是俯冲的样子，他好像是一招俯冲技。我远远的过去，哈，嗯，没错，就是这招。所以他应该还蛮适合开怪的吧？我是这么觉得的。哦，又要我去打什么了？好的，哎，前面那是什么？威武镖？为什么那个威武镖是紫色的呢？这简直是让人诱导人家去劫车啊！我说，哦，前面有好多东西啊。日常押镖，高级押镖。等一下，我稍微把初级镖师。您的修为即将达到最高，我修为都爆了。初级镖师，中级镖师。哦，这是镖师用的吧 ？Well， 好多镖啊！中级镖车。终极求组，这些是镖师吧？可是我不是镖师啊，我不是镖师可以用吗？开始运镖，什么意思？哎，还真的可以啊！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先打打，先打打。我看看，开始运镖。哦。路线选择青龙坊，青龙坊到青龙潭，押镖奖励。诶、欸，不是镖师，不知道可不可以玩。何人嚣张，竟敢伤我兄弟，找死！竹下真一，此人内力雄厚，这一位吗？阿达。诶、欸，没按到。诶、欸，打打打打打打打！前往青龙房。嘿，有观众跟我说，就是。他这边的怪物设野路的怪物设定，他们是只要有打到都算，所以不用担心抢怪不抢怪。哎，木姑娘，你脚程真快啊！事事都晓得，万象都在心。木姑娘，你怎在村口流连呢？女侠，我听说倭寇头目已被你所败，真太厉害了啊！好，谢谢啊。姑娘为何对倭寇之事如此挂怀呢？我的一家。都被倭寇所害，沦为孤女，故而对倭寇极为痛恨。可惜血衣不尽，唉，可恨倭寇真是丧心病狂。听说最近倭寇又来劫村了，若无人阻止，只怕世上又要多几个孤儿了。我去阻止他们，交给我。如今东岳村内有倭寇打劫，你可不要冲动，小心。不妨事。区区倭寇，我且先往德化楼一观究竟。区区倭寇，哪奈何得了我？这个货郎好小一只哦，超小一只的感觉，让我想到武大郎，怎么会想到那个呢？哎，劫道封城已收还。已收藏，增加八个包包位置。哦，等级达31级后可以打劫镖车，每次打劫。哦 ，OK， 好哦。嗯，我还是决定把我的头饰换掉了。我觉得头饰好奇怪哦，拿掉，拿掉变马尾。朗月清风，莫忘初心。双马尾感觉怪怪的。
好了，算了，好久没戴双马尾了，拿一下也好。老郎中，这天一凉啊，就膝盖疼。哈，拜访老郎中？什么？这是成就吗？哦，冷不防，冷不凡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少侠可别多管闲事。少侠可别多管闲事，要你管。侠女就是要到处多管闲事，好吗？哇哦，这地方土楼哎、欸，青龙坊混混，青龙坊二八，这三个 NPC 的作用在哪里啊？是这里吗？德化楼，前往德化楼。卢老爷是这个地方吗？哎、欸，好像是、欸。卢老爷，这天一凉啊，就膝盖疼。进入剧情模式。又来劫村，我和你们拼了！吃吃罚酒，这就不吃吃罚酒。大家一起上！大胆倭寇，竟敢劫村，我来助阵。阿大，阿大，哎，死掉了吗？前面在干嘛？我想看一下。你去打。你们俩看起来很强啊，怎么不帮忙一下？才是最可怕的。江湖上有两种人，一种是英雄，一种是浪子。他们两个看起来很强，为什么都不为什么站在那边都不动呢？好家伙，算你有两下子。该让你尝尝东瀛武学的厉害了。天赋又能者，咱就大家小心，最高兴的都是下三滥的招数，可是我们亏啊。先吸个血。大侠来的真是及时，否则我们可顶不住贼人。哈哈，这贼人手段很毒，每来一次便有村民送命，真是可恨。啾啾，谁敢坏我好事，找死。大侠小心，贼人头子来了。哎，阿座、啊、哦，双刀流哎、欸，感觉好像人中之龙里面会出现的角色。先喝个酒。好的，好的。耶嘞嘞嘞嘞嘞嘞！死掉了吧！我发现那招新招好好用、啊。这倭寇真是大胆，带我前往泰宁楼，狠狠的教训他们。这招叫什么？追风踢，可有效打击敌人的定力破定技啊、哦！是破定技耶，帅帅帅，好玩好玩。而且他那招的 CD 时间超短的，我一下子就可以再用了。这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却捕蝉，素手助道人。最近东，去找村民聊聊，说不定会有。这是村民吗？好像不是。素手助道人在哪儿呢？去跟村民聊聊，这是村民吗？身为一个民兵，也算一个村民。可他不肯跟我讲话，难过。哎呦，货郎，货郎应该算了吧。哦，有哎、欸，你好，货郎看起来心不在焉，仿佛没看到你存在。哎，这次又有人要遭殃了，看你忧心忡忡，所为何事？昨天那帮恶霸又来抢我的东西，以求一桌是拿个瓜走啊，这次却把我私藏的一批，你懂的，蒙汗药给抢走了，这个不得了啊！万一他们拿去干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，我就要造业了。多谢兄台提醒，蒙汗药，就我对武侠小说用字的认识，感觉像是某种类似威尔刚的玩意儿。当然，那只是我猜测而已啊。大家听听就算了，绝对不是上雅在告诉你们说这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素手助道人，先去解一解见闻好了。哦，好可爱。这飙车也太可爱了吧。耀儿，你谁？感觉很漂亮耶。
话说我刚有拿到新的武器，虎铲手，江湖背包，劫道封城。看看哦，在哪里？嘿，哦，这么说起来，刚刚那边不是有恶霸吗？该不是你们吧？哎，好可疑啊！那牛鼻子警觉警，这蒙面药是不能用了。耶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我也要听听。大哥英明，这次咱们帮了无常那两煞星，日后肯定有好处多多了啊！哈哈，花你个头啊！哦，好远哦。有点距离，待会再解吧。你们应该不会拿那个该死的威尔刚去做了什么事情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哎呦！我想要从那边跳进去。教书先生，教书先生，陆大男小贩。嗯，话说我包包又要爆了，我是不是该去卖一点东西啊？还是说去仓库？这边有仓库吧？哦，进来热。发现新的见闻线索，哪尼？看看。哦，是你哦。我知道，你不用特别亮给我看啊。茶娘。这边人看起来一点都不需要我帮忙啊！哪来的？哪来的？你们，我明明就在路口，你们从天而降啊！东岳的匪祸居然这么严重，官府不管，韩江城怎么也不管？大姐，我是东，不是东。鼠辈。真是苦了平民百姓，真的。大家商量，一定要抢到东西才能交差。金钱，好歹，死！哎呀，喝个血。天风轮太将闪用，手撕吧，手撕吧。你的死期到了。好的。哦，呀呀呀呀嘞呀嘞呀嘞！英姿卓绝，武功非凡。莫晴姐姐，你的大腿！少侠，穆姑娘，你怎么？天哪，你的大腿！天村内厮杀声，他们遇到麻烦就赶过来了。多谢穆姑娘挂念。一小撮东瀛流寇，正好让我练手。少侠太谦虚了，之前在杭州承少侠救命之恩，此番又亲眼见到少侠义举，实在让母亲佩服。不知能否与少侠交个朋友？我没有女朋友，来来来。你我从杭州就已经是朋友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大侠我没有，还没有女性朋友。晴儿吧，我的好朋友都是这么叫我的。好，晴儿姑娘，这次我来东岳是有要事找韩江城中不忘前辈。不知你有没有什么线索？啊，真是太巧了！你要找的人是我师叔，钟不忘是你师叔，果然太巧了。你可知道他的去向？师叔在村外荷塘跟曲姐姐一起商量事情，你要去找他，可问村长荷塘所在。你为何不跟我一起过去？师叔交代我去办些事，跟青龙会有关。你先行一步，我办完事就过去。那好吧，我去问村长荷塘在哪儿。荷塘，哦，得到新的装备了，红尘紫墨袍。我来看看，哎，哎咻，先把我的外装拿下来。啊，是这一套啊，这套看起来还好，就是一套很普通的女侠装，我还是穿我的这一套吧。我还是穿这套好。暖玉青格袍，它可以复刻了。手套也顺便一下。
去找村，哎，发现什么楼的闲散村民啊，全部哦，我要卖点东西，卖掉，这个也不用了吧？飙车，这些裤子早可以卖了，我都可以开裤店了。拿去。已绑定醉饮江湖，这些我记得我都已经复刻过了，所以我才没有办法装。好，就这样吧。欸，我好像看到还有一件裤子，裤子诺。OK， 终于有口。欸，还有包包呢。Yeah， 终于有空位了。欸，姑娘你怎么死了？姑娘，呦呼，姑娘你还好吗？需要帮你叫一个医生。哦，我差一点点，你差一点就把人家尸体踩过去，好恶劣哦你。然后我发现我不知不觉穿上那件的，换回这件，还是要这件呢？呜，哦，这件其实也不错。钱老五。啊，是马耶。其实我觉得马尾也不错啊，马尾很百搭。饰品。哇，哦，姐姐你的胸部好大哦。衣服。人不如故，衣不如昔。上衣。江天一色。我想买哦。可是说不能买。我不让我买。小贩，看一看了啊！啊，商店，兵器，好了，哎，有教书先生呢，跟他讲讲话。天下者，礼之用，何为贵？学而时习之。本村上个月添了三口人呢。村长，请问村边可有一处荷塘？此地向西就是下河翠池了。客官，我看你打扮是个江湖人啊，劝你千万别往那边去。如今村子四周都有贼人出没，不太平啊。OK 的，交给我。太白弟子，真的假的？太白弟子，嘿，我来瞧瞧太白弟子，男的女的？哎呦，小哥啊，好帅啊！哎，还好，还好，有点年纪。我在寻找我的师兄和师姐，真急死我了。村长托我来向兄台道谢，无妨。江湖儿女，见义勇为乃分内之事。兄台是被何人所伤呢？小伤，已无大碍，有劳你跑一趟了。我本与师兄师姐同至东岳查孔雀翎下落，不料，哎，你这样就直接告诉我好吗？我跟你又不熟，你直接把孔雀翎告诉我好吗？你的口风要不要紧啊你？虽然我早就知道孔雀翎了，但是你这样跟我讲也太危险了吧？我说，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大嘴巴，所以孔雀翎的消息马上就散布到全江湖去了。我说，好，梯田，阿娇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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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中博啊，我看到了，这里就是下荷塘吗？这个莲花，这莲花就飘在这边了，我以为是整片的荷塘。进入剧情模式。哦，曲盟主，这些人怎么回事？曲姐姐，
钟不忘已经投靠了青龙会。哪里？什么？钟先生他投靠青龙会？你屡次与我青龙会作对，这次你手上拿那个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钟不忘，红色的棒棒。你投靠青龙会，还想在我面前行凶？没错，曲姐姐替我打他。韩江城放在眼里了吗？韩江城，你一个牙尖嘴利的戴盟主，也配让我放在眼里吗？钟不忘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揍他，姐姐！今天就让我替你清理门户。遵门主令，上！揍他，姐姐！哎，就凭你们！就凭你们哈？我吸个血，你稍等一下哈，还有三秒钟，稍等我一下哈。好，哎，怎么没有吸到血？你想在我面前杀人，只怕没这么容易。上啊，曲姐姐，哟呼！今天我就送你们一同上路，给我上！师叔，曲姐姐，少侠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不要过来呀、啊，笨蛋！晴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晴儿姑娘，你师叔已经投靠了青龙会。后面那一群拿棒棒的，师叔才不是这种人呢。没什么不幸的，我如今确实为青龙会做事。师叔，你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哼，今日看在穆晴面上，暂且饶了你们。奉劝你们不要再与我青龙会为敌，否则。叛徒闭嘴！我们走。师叔，你别走！穆晴，你冷静点。穆晴，你这个笨蛋！曲姐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为青龙会卖命之事，后面出现了一只鹿，非一朝一夕。这次为了夺取天外三奇，才撕下面具。你说他是为了天外三奇？天外三奇是什么东西？天外三奇，乃是玲珑醉、天女花。九星盘三件宝物、wow ，连你们都知道天外三奇可打造孔雀翎，何况耳目众多的青龙会？可恶，一定要抢在他们前面！曲盟主，你冰雪聪明，想个办法吧！钟不忘既已插手，此事这两个人的模组真的很有趣。三奇之中的九星盘在真武孝道人手里，我这就去找他。是姐姐的曲无意却，我也会派人追查。模组看起来就超成熟的。一起追查钟不忘的下落，务必要查清楚他的落脚点。曲姐姐，师叔他，我知道你很难接受，但事有轻重缓急，切不可误了大事。嗯，我知道。曲姐姐，你放心吧。等一下，少侠，这段时间，这感觉就是一个小萝莉在安抚大姐姐。我不会让晴儿受到任何伤害。晴儿姑娘，我们走吧。我从小是师叔养的。他对我有养育之恩，可曲姐姐与我又情同姐妹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帮帮我，千万不能让他们两个打起来。可钟不忘投靠青龙会，要与整个武林为敌，只怕打回家。你说的我都明白，可我还是希望他们两个能够罢手。先别想这么多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嗯，你说的对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我们走吧，去查师叔的事。走哦。明天进村，我要抢个头功。什么？你哪冒出来的？又有倭寇！我才刚讲完话而已，你们就来这边弄，也太煞风景了吧！真是的。真是的，还要我来，还要我来，还要我动。还要我动手，还要我动手，叫你动手，叫你动手。呀，打完了没？还没有。呀，前面有一坨，看到。还在一坨，大姐，
抢钱抢粮抢女人。嘿，这是什么呢？碧玉链。嗯哼，去前方与木琴会合。哦，朝这旁边就是我的见闻了，顺便解一解。哦，看到了，哇，前面有一个好好想让人家抢的飙车啊，简直诱人犯罪嘛！我说，事事都晓得，万象都在心。晴儿姑娘久等啦，还是不好？我没等很久，倒是你与乌阔厮混，没有受伤吧？厮混，厮杀，讲错了。那群毛贼还伤不了我呢，哈！那我就放心了。少侠武艺超群，是我多虑了。唉，不知师叔往哪里去了？恕我冒昧，你与曲盟主终不忘有何渊源？你们两个真的是模组有非常大的反差，你知道吗？你家那个曲姐姐根本就是个萝莉生，你看起来明明那么成熟，却根本就是任性的小姑娘。说来话长，我与曲姐姐本是孤儿，相依为命。我七岁那年，我们误闯寒江城与敌军对战，多亏曲姐姐保护，我才活了下来。当时寒江城的盟主白小生对曲姐姐胆气十分欣赏，收她为关门弟子，又把我交给了他的师弟，也就是我的师叔钟不忘抚养教育。原来钟不忘对你有养育之恩。不错，师叔确实对我恩重如山。在寒江城中，师叔曾是独当一面的好手，没想到他竟投入武林功底，四盟四弟青龙会的取下，与曲姐姐为敌。青龙会倒行逆施，你师叔此举无意助纣为虐吧？少侠所说的乃是武林功艺，我虽不如曲姐姐通情达理，却也明白这个道理。只是师恩未曾报答，若能劝师叔回头，也算尽了弟子的情谊。青儿姑娘，顾虑乃是人之常情，只是眼下啊，醒醒啊，这是战争啊！多谢少侠体谅，眼下先找到师叔再做打算。我刚才仔细盘问了查小二，将师叔相貌与他细说。他说，听着师叔与他的下属提到老爷庙，不知是不是往那里去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快出发吧，走。哦，茶小二，幸会啊，幸会，幸会，幸会！小二来壶茶，好嘞，上好了大红袍，这就给您泡一壶啊！哎呀，客官，别怪小二多嘴，那位紫衣女子可是您家的女眷，哎呀，那可真漂亮啊！我没有念完呐、再来了，我还没念完呐、小二常在乡野，第一次见到那么美的姑娘啊！小二，你倒是挺有眼光的，那位是我的朋友哦，嘿，美人是美。不过若让我家的媳妇儿知道我多瞧她一眼，哎呦喂，那可得闹翻天了。老爷庙可是从此路过去吗？我要讲重点了。没错没错，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我家媳妇儿就带了两个护卫才敢出门进货，若客官方便一路帮忙采些花鱼草给我的媳妇儿可好啊，媳包在我身上。媳妇儿，他的媳妇儿的话应该不是他老婆吧，是他儿子的。世道艰难呐、行南走北，各类杂货都有。哦，为什么这个姑娘全身发了绿光呢？一二三四，好有趣哦！就这样四个人这样坐着，我还没有玩过飙车哎。哎呀，把你们打一打。不过这种小怪会结飙吗？感觉不太会耶。好想玩玩看劫镖，我但又觉得这种感觉就跟游戏说你可以去挑战杀手去杀玩家一样，但是我还是不会去杀玩家，因为感觉会劫的仇不是什么系统上的黑名单而已。这是一种礼规矩啊，不可以白目啊！我说，线上游戏也是有分什么时候可以杀，有什么时候不能杀的。你如果是不对的时间去杀的话，那就变成白目了。
啊，这么说起来，是不是有道具是可以隐姓埋名的？突然间很想玩玩看，有没有？不行，我要做个好公民，我是个好侠女。好了，我踩完了。不行不行，上呀上呀，大家做任务做得那么辛苦，你怎么可以做这种劫镖的事情呢？是说这个镖车为什么放在这里啊？仁义镖。你看看你看看，大家坐镖车坐那么辛苦，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呢？哦，就是你吧，丽叔。你这人真有趣，超漂亮的大姐姐啊！我家死鬼看见漂亮的姑娘眼睛就直了。最近往来茶摊的侠女不少，若晚上她被人勾了魂去，我非教训她不可。姑娘可是丽叔？是的，客官，有什么事吗？这是茶小二让我带给你的化瘀草。是吗？我家死鬼竟还记得我受了伤，算他有点良心。多谢客官了、啊、你一脸心急，可是有什么难事吗？我欲往老爷庙找人，先走一步啦。啊，老爷庙？哎呀，客官，这可使不得啊。我才准备去庙里烧香，就发现前面有贼人拦路。哎，说不定是晴儿。门派急报，东平郡王造反一事已经坐实，赵不会念，不甘失败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带领手下精兵猛将固守杭州郡王府，发誓要与大宋王族周旋到底。这郡王府兵将果然猛不可当，朝廷久攻不下，放话江湖，希望各路豪杰给予援手，共同讨伐逆贼东平郡王。白天与天波府先锋官刮胡杭州冒号1823逗点2786刮胡对话记录，逗点需两人以上组队，据点掌门手机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我可以去打东平郡王府了吧。话说我刚刚看到我既然已经升了41等，我现在可以冲一些穴位了。看一下41这个冲啊，气血上限，外攻防御。好、哦，贬值，这怎么念啊？气血上限，外攻攻击，外攻防御，两颗都放吧。OK。外一刀，气血上限加80，力道加10，外攻攻击，我这边还不能点，隔壁呢？也还不能。30级挑战冷不凡，36级挑战慕容锦，好吧。哦，这位姐姐她的衣服好漂漂哦。一打啊，是说我还没解到见闻呢。不小心按到跳了。我的见闻啊，已经过了那么远了。不小心。嘿。先把我的见闻解一解吧。在雀补禅哦，这边有一个治安捕快，我是捕快，好，我知道你是捕快，谢谢你精辟的见解。哪儿啊？进入哈莲花宝藏，该区域莲花宝藏未被锁定，需要有队所有队员都在好啊锁定。这是什么莲花宝藏？是玩法吧？可是我没有玩过啊。我要解我的见闻。见闻。哦，有了。想不到山野之处竟有如此好茶，真是好造化。道爷有见识，
我家这铁观音那可是远近闻名，谁品上一口都是要叫声好的。你这茶虽上乘，水也清冽，只是这第二道的水温欠些火候，不免可惜了。倒也说的是，山野人粗鄙，只顾着茶好水好，其他的哪里懂得许多呀。嘿，笑大人，你倒有闲情，魂不知祸事将至吗？哦，这位少侠请了，贫道能掐会算，却也不知什么祸事。我经过青勇房，偶然得知连环雾一批杀手正在四处寻你，据说杀手榜排名第四的黑白双煞也接了这单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来来来，先喝茶。好淡定啊，好淡定啊。哎，老大，前面有个茶肆，不如在此歇歇脚再走。啊，正好，这贼天气真是要闷死老子了。小二，快给大爷拾掇张干净桌子，拿最好的茶伺候着。哎呀，大爷，真是不巧，天气闷热，小店人都满了。哼，臭道士，你一个人占一张桌子，实在可恶，还不快快滚开，给爷爷们让位。哎哎，先来后到。哎，你杀手榜排名第四的黑白双煞就是这么个杀人伎俩，真是笑死贫道了。兄弟们，杀！哎，我要帮谁啊？我说，我要帮谁啊？其实我应该哪边都不用帮吧，这不关我的事啊。啊！我真的要帮吗？我说，在旁边看戏有没有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帮的话我就没办法解见闻了，真是拿你没有办法。哎，定力好高哦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！哼，我还当有多大能耐，土鸡瓦狗都不如。我听说，黑白双煞从来是两个人，这群人应该不是吧？管他许多，茶博士，气心茶。淡定啊，淡定啊！来来来，虽然不许你出手，不过还是谢了，一起喝口茶，等那什么双煞如何？这位道爷。要我说，那什么双煞哪里懂？这不就在身边吗？你们，青竹伞，笑道人果然好见识，我俩在此等候多时了。这青竹伞发作本也没这么快，只是这帮蠢贼杀道比你动了真气。哇哦！千里迢迢赶来传讯，韩江城取无意，真就领你情吗？哇哇哇！先让我喝个血。哇嘞，笑到了，你看看你啊！哎，有一个是远攻的，不行，要先把远攻的处理掉，不然很麻烦。你先死吧！啊！哦，差一点点，先把你做掉再说。好的，哦，想不到这黑白双煞如此无耻，性格不又相。我就说了嘛，我早就劝过你了。你此来东岳所谓何事？不如由我代劳，你且养伤。我早就警告过你了，你还在那边淡定。会在连环雾的密室欲联络韩江城的内应，对无意，对取盟主不利，所以星夜来通知那个小妮子。事关重大，你找个清静的去处养伤，我这就去找曲盟主。他直接叫曲盟主叫无意，你跟他什么关系？说。黄铜莲，
发现新的见闻线索。哎，还要回去耶。江洋大道灵媒，要回去吗？是要往哪边走呢？往前好了。雀捕，它叫什么？雀捕蝉，雀捕蝉。这条道路好多人在送镖。叶大，看看剧情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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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游星星，不好，有女子求救，我来了。哪儿？放开那个女孩！吓死人了！放开那个女孩子！为什么我按技能没有呢？啊，无敌无我，被困女子。多谢少侠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定格了，你定格了，姑娘。你见过一个紫衣姑娘吗？哎，你快回家吧，就只会哭而已，别哭了。什么？曲无意传书啊？我没看到。我没有看到，附近有个江洋大道，去看一下好了。看看啊，江洋大道在前面吧。哦，他看到了，休战。我来看一下，还有14分钟。应该是才刚那个而已，才刚被打。老爷庙就是前面了。怎么这边武侠小说老是有什么事情都是在庙里面？少侠，晴儿姑娘，我们走吧。嗯嗯，四下无人，有点可疑哦。哎，哪来冒出的人呐？糟糕，有埋伏！你的死期到了！兄弟们，一起上！哪儿？你们是什么人？送你上路的人。谢谢啊，我不用了，我自己走就好了。又是青龙会，到哪都青龙会啊，全部都你们这群人。我来送你进阎王。你谁？报上名来。吃我这招，你才吃我这招嘞！哎，没打中。刺客头领，好样的！你那个，你连 ID 都没有啊！我说，恭喜你啊！你连 ID 都没有啊！念念念念念念。耶嘞嘞嘞！很快就会跟我们，他们
你气上有毒。哦不，毒！我中毒了啊！我要死啊！有没有解药？我要嗝了！让我一个痛快吧！木姑娘，我没办法再跟着你了。没有解药。哦，我完蛋了！晴儿，我怕是我已经不行了。你快去，你快走吧。记得，我不走。初一十五，为我放上一串香蕉。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，晴儿。我只倒了0.1秒吧。我刚才见你毒发的样子，很像是中了我们万象门的毒。我实在没办法，就用万象门的解药来给你解毒。没想到真的奏效了。万象门的毒，我才死了0.1秒哎。想不到师叔真的下此毒手。你师叔他，我没事。他虽然对我有养育之恩，但我也不会是非不分。晴儿，谢谢你救我一命。终于不叫我晴儿姑娘了吗？你之前救过我好几次了，我才救你一次，还差得远呢。那以后我让你多救几次。刚才我接到曲姐姐的飞鸽传书，说让我们去三清观，三气中的九星盘就在那里，等你身体恢复了我们就动身。我已经没事了，这就去三清观吧。你总是这么性急，那我们一路慢点走好了。呀，真是急转直下的剧情喽。还好我没有死，哈哈哈，侠女我又是一条龙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边为止咯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一回再继续往三清观的方向去吧。大家拜拜。